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咱继续通过恩典悄悄话这个灵修的时段，通过箴言来帮助咱，让咱的生命真多一个有智慧、敬畏上帝、上帝所欢喜的儿女。阿门。再过来读上帝的话语，咱今日读经的进度来到伫箴言十七章十七节到十八节。朋友时常三亲来，兄弟的出世为着患难。在厝边的面前应答做保人，迄个人就是戆人。阿弟姊妹，咱所读的经文有提到，有真要紧三个的一款的人际关系，就是有朋友、有兄弟、甲厝边，这拢是咱生活中间甲人互动的关系。因为咱毋是一个人活伫世间，咱是有通过有甲人有对象啊的互动。互动中间来得到学习，在学习的内面，让你跟我的生命慢慢慢慢来成熟。现在咱跟人的互动原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在人的互动的过程中间，我捌听过一句真无奈的话，伊讲：什么是朋友？你讲呢？在你的生命中间，朋友的定义对你来讲是什么？这个人伊讲。朋友就是未伤害，就是朋友啊。在安尼讲话中间，咱听起到迄个哀怨，因为这个人常常在伊的朋友内面，伫遐得到吃亏啊。所以，伊甲朋友的定义放一个指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可能人看起未伤害，就是朋友。另外，咱看起到人甲人互动中间，原本是一件好事。在人的互动的中间，我看起到兄弟。原本是骨肉至亲，是同一个阿娘所生的，是吃同一块饭、同一块桌大汉的兄弟姊妹。俗语讲，拍好掠贼，嘛爱亲兄弟。但是敢真正有影？在咱心中加减产生一挂疑问。大部分咱看起的兄弟之间，会因为利益、因为财产。相煎何太急的悲剧，有无？在阮姓心，我姓心，阮姓家的帮头来。在阮的家族中间，我嘛捌听到阮的表大兄，伊讲过一句真凄凉的话。伊讲亲情间、亲情间啊、亲情上间。啊，你姊妹你听有无？亲情间、亲情间、亲情上间。为什么阮这个表大兄也安尼讲呢？因为亲情家族啊中间的兄弟会因为利益的冲突，有财产，有可能是因的投资中间吃无好势，产生了心中的怨气。另外，咱来讲厝边，台湾俗语一句话讲了真好，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意思是讲好的厝边。无真好找，无真好找。有一个好的厝边，伊是赢过远远的远亲啊，远亲。总是伫现实生活中间，特别咱即卖现代人住公寓的，往往咱拢拄到侪侪的无好的歹厝边。安尼遐的姊妹，我们怎么办？牧师伫遮要提醒咱，在生咱爱先自我来反省，反求诸己啦，先要求咱家己要好势。真做别人的好朋友，真做别人的好兄弟，真做别人的好厝边。阿妹，恁免去找好兄弟、找好朋友、好厝边，咱先真做别人的好兄弟、好朋友、好厝边。安尼，咱才会发到伫人际关系的互动中间，咱的生命得到学习，达到咱的生命得到成熟。千万唔通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所讲的，都、就是戆人。咱顶昨咱捌讲过，什么是戆人？戆人就是一个无理解、唔观察、未分辨、未反省的人，就是戆人。千错万错，拢是别人的唔对。咱若沦落到安尼时阵，甲人的互动的关系中间，你就变成做三尖心中怪癖的人。希望伫生活中间，咱的理想甲现实有一个距离。但是你跟我要成为一个明理的人，我们先知道反求诸己，跟人中间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，
我求上帝你先赦免我，我无法度有时拢无去注意，也是我家己人性的自私，无真侪我的兄弟的好兄弟，无真侪我的好朋友因的好朋友，嘛无真侪别人的好处边，求你赦免我的辜负，搁再一遍通过你的话语来要求我家己，来提醒我家己，真侪一个明理的人，互我伫人际关系的中间。真侪别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，求上帝你保守看顾，予阮一款愿意被调整的心，得到你欢喜，阮会通真侪人际关系中间主你好的见证，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